二一思路来了。欢迎来到西安。三七。风景有水吗？水。啊，你你当然袂使啦。要再上路，再上路。再三二一。耶、yeah. yeah. ！有第一次来西安高铁站了，亚洲第一大了哈。照相吗？耶、yeah. ！哇，先录影，是耶，录影了。水南站了，这是什么山？大约在公元734年，天水发的地震，中间这一片整个掉下来了。地震的话，对，他就把整个这个麦积山峡，也就是差不多有1300年的历史，东崖和西崖是连在里面，没有连在一起。后来到了70年代，在上面又凿了一个洞，就把这两个崖。你哟，再拍张。我这个拍不到了。到哪边？OK。有看到暴雨啊？可以叫得出来吗？活活，有脸的活活。已经到第一站，哎，有缘的活活。好棒的地方，值得再来。喜欢。
采访。我们登顶成功了，这里就是麦积山的石窟。我祝你整个台湾地方好漂亮啊，这边真的很漂亮，超赞的，太棒了，一定要来的。登顶成功，耶！ Yeah, 佛佛圣地，登顶成功，耶耶。麦积山值不值得？值得。像我接触到 SA 了哈，可以，功劳到不到？这里好玩吗？还记得了，可以把侬照出来。麦积山有凌霄无？凌霄的，加油油好无？黄河第一桥。对啊，上面要看到。好嘞，快快快！马上，马上，马上。没有，这些是因为你来的。好，阿弟，我看在是比较重伤。这可能就落在这里。走，我是不是还要？是。我来看。你看到什么？我来看罗马人。我看到一堆黄土，空旷无人啊，好可怜哦、啊，那不兴奋的地方哎，空旷无人哎。Thank you.
讲两句啊。你讲得好。哎、欸。这样才叫组织。罗马军团，可是没有人，这边荒凉无人，就我们这几人，我们退团而已。我们前次跟他有关系。那个。来哦，来来来来，还有呢。赶快，风萧萧兮易水寒哦。动作快点哦。赶快吗？来点，来点。把东西扣一下好就可以了。来的都有关系。后排再站几个。后面后排再站几个。没有，你站这不行，你把后面人挡住了。自己找位置啊。好，看过我一千多米遗址呢，我们待会儿就去金山寺的游客中心，上个洗手间，顺便拍拍古罗马战士的这个塑像。为什么要录影？照相。赞哦！这里好不好玩？好好玩！有缘人呢。阿伯阿伯。给你吹好，你摸一下。有感吗？有什么呀？哎呦，突然都没有台词呢，很奇怪哦。我对你的崇拜从此就……再一排就可以了。罗马军团帅不帅？帅，他们很好玩。小生帅不帅？这个孩子学问，我觉得还是不知道。嗯，就挖掘了壕沟，挖起了沙土堆在一侧啊，就是说，然后像现在右边。看了青灰色的啊，那时候汉代长城，黄土夯筑的就是明朝长城。马背上的人能抚摸着月亮，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。上那风雨之路走过，他会留住你的脚步。当你把青云山仰望，他会牵引你的目光。美丽的风光，遍野的牛羊，雪山脚下牵引迷人的花篮，清楚的岁月飘散着酒香，雨露江南是人间的天堂。
那嘉欣姐姐，谢谢郭天倩，谢谢你。好的，我们可以一起照，拍个照片。这个荷花之名。啊，我们上台的人可以跟我一起。来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吧。好，来，我起来。哎，北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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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哎，白菜，白菜，我来找你脸书哎。你有姐妹干啦？你有姐妹干，你见到你安好。再上菜。内蒙古额济纳，额济纳就是蒙古。啊，对呀。这是什么所在？是一个五彩山路是一个恭维，不管，这里是张毅七彩丹霞山，是的哈，是风景超美的哦，一定要来哦，一定要来哦，要跟小珍来，哇，嘴巴好甜哦，就是这样子。
各位，你需要服务吗？你要跟我们往上攻顶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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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讲一个话，一个。嗨，赞喽！赞。七彩山好玩。好玩。唱啊！哎，要来啊，蔡哥！哎呀，好玩啊！真的很好玩！怎么变的？你真的有这样子表演吗？那等一下唱。你真的有这样表演吗？好好玩，你表演啊！对，他这里有那个。他等一下会唱歌。为什么你知道歌词？没有，那个音乐唱的。这里，这里怎么唱？怎么还有人看不到？真的很好玩。哦，他会放歌啦。哎，你乱比呀！我们是练琴嘛。你乱比呀！拨打救援电话0936562399。你那块你等下做电就使呀啦，啊做电好啊，免等你啊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就算那个啊，就他闭起来，收回起来，好厉害哦，这最自然的，对，我对电子屏那种感觉，哇，好像哦，好像哦。Thank you.
绿色的。是啊，刚刚那个没有，没关系，就按这里就好了。再一次好了。男生好，用你男人一生中最经典的姿势，把这束生物花献给您的爱人，来，掌声送给新郎。请我们新郎朋友们掌声送送。哎，嘉义。嘉义砖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嘉义砖。哎，你在哪里呢？在什么地方？嘉义砖。哎，在什么地方？对，告别嘉峪关了，你等来。在属于当地的话里面是很衰的。
以得位那就是这样。
我们要去拍那个，我们要去拍那个莫高窟那三个字。这里是哪里？文化。你来找等我去拍有无？有。你狂拍啦哈！三，民生三有电有无？有电机器有无？哎呀，讲一遍。我来了，好棒啊！开始玩了。我戴口罩。林珊珊来了。这样拍更好，来，这样背景，没有，可以这样，这样斜着站，这样斜着站一点。哎呀，多好，后面又是国队，又是沙山，又是帅哥，又是美女，哎呀，林珊珊美不美？美。大家说起来，他们会经常过，主要是这个。
好运是沿路一哎就这样看看来源的啊，谢谢，好生活，好玩，抓好大家啊，走，准备了哈，好玩，走，二一，不错，再来一次，三二一，不错，再来一次啊，三二一，嘿 ，OK， 三，啊，三，啊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后面那个大叔啊，叫夫妻柳，哦，手了，哎，对，比翼双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哎呀，这牙齿啊，碎一下。嗯，碎。嗯，他叫你先行。好。真的很值得，看看值不值得？值得，值得。得胜吧。好。哎，噔噔噔噔，今天好玩不好玩？好玩。现在还没秒，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，非常好玩，非常好玩，耶！站了一次就搞定。谢谢。
多天了。开喝了，开喝了啊！开喝了，高铁上开喝。哎，你要来啊？来，得了，那谢谢啊，小邓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些伙伴们。大家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了，发了发了。位置啊！阿哥入境了，阿哥来呀！阿华姐，你好！好，兰州了，三更半暝。明天一大早积极来。你好，我们现在要回去了。结束了八天丝路之旅，非常的开心，有小珍的陪伴。导演加油！今天第七的哈，在什么地方？就当你啊，没有。